访谈时间，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青年演员邓超先生，欢迎欢迎欢迎。刘老师，岂敢岂敢，现在是如日中天啊？没有，循序渐进。对，没有，循序渐进算吧，对吧？我们刚认识你是在话剧舞台上，《翠花上酸菜》。对，天子以后，这下你的喜欢你的人、知道你的人就多了起来。他是新一代的皇帝专业户。一到不拍了的话，会有点不习惯。就是你脱完衣服上街了之后，哎，这人见我怎么不跪啊？他差一点成为专业歌手。爱的比你深，深的比你深，我对你那爱意可是最真。他学过美术，不过惨不忍睹。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吧，邓超这个画的完全就是画了一只猴，你们不觉得就是一只猴吗？还好没搞美术嘛，要不然我就成美术界的败类了。他还曾是个武林高手。我原来在 disco 里面唱过吗？跳过舞。哦哦哦，爷爷就对着前，然后表情是这样，爷爷。谢谢皇上你再给人鞠躬，你来来来，我帮你先放到旁边啊。我再抱会儿。好，再抱会儿，抱会儿我不知道你们是很好的朋友啊。很好，我们两个就是其实什么真的吗？就是他是说，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真的。我是在观众问，因为其实知道你们做过一起做节目，但是不知道你们私底下也是那么好的朋友。嗯，其实这个我可以爆个料，你知道吗？怎么说？上次在明星我就帮你爆料了，因为我们在98年的时候一块考过学。对，但是他考上了，我没考上，因为我很胖。那时候是120多斤吧，特别圆，但那时候特别可爱。对，那个时候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这个班没招谢娜，怎么可能出红人？结果我没上，他也红了。要是我上的话，就是我红，所以我把这个红的位置留给你了。谢谢。那时候如果我没考上，我可以上娱乐现场。对。那现在我们就又多一个当家的男主持。对，其实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因为刚才有很多人都是用问的、用唱的，我们下面用演的，因为难得有演技派来嘛，演技偶像派来嘛。好，所以你先把花放下，你先把花放下。幸好你加了一个偶像派，要不那个超超不干，我得急。不干，跟你急。那这样，我们演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呢？这样好不好？我呢就是演我自己本身了，就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天王巨星，就演。要不说我们是好朋友，谁相信了？好，然后你起来，然后超超演的是一个现在就是人气最旺的新人王。就是、那也是他本身。就是跟我一样红，但是资历没有我深，就这个。要把握住啊。你呢？你想？我就演一个巨星，国际巨星。就是没有说服力。那我就演一个。这样，你演我们两个的经纪人。我不是明星啊。你不是明星。哦，那好，那就是塑造人物了。对。我们俩都是本色演出，只有您是塑造人物。对。你为什么总在跟他交流？哎，听我说，我告诉你，上场顺序，因为你是新人王嘛，所以让你第一个出去。第一个。对，最棒。第一个是最棒的吗？第一个绝对是最棒的。他第几个出？对 ，sorry。没事儿，艺人当红艺人打一下经纪人的牙。我刚才打到你了吗？啊，没打着，一点也不疼。好。哎，那个有纸吗？擦一下牙血。哎，没事儿。那个没事儿。第一个出去多牛啊！他想去，我都没答应。不，我想问一下，他第几个出？他。对。中不中，厚不厚的，反正就不是很重要的那种。不，等我们全部这个晚会散场以后，他再出可以吗？我考虑一下。好，你进去以后你先上到厕所，我跟他商量一下。哎，我告诉你，今天出场顺序是怎么安排的呀？他先出，我告诉你，观众还没来呢。凭什么他先出啊？他先出道我先出道，我混到这么多年了，我在他后面出。必须安排我先出。成，活动还没开始我就要出去。你牛，你最牛，我告诉你，这儿正搭台子。让他先出去。那个我，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星光大道现在在搭大道之前是在卖小吃，现在我们去吃点东西。Why don't we
get this poppin'. Top flowin', no disturbin'. Room service in the morning. This will be the night for ya. Elevator's waiting open. Don't you think it's time we go in? Oh. Can't keep the penthouse waiting. This will be the night that we are. Time's ticking, time's wasting, and you're amazing. This just feels so right. You got the perfect body. I love the way you're shaking it for me. I'll take it upstairs from the lobby. I don't see nothing in you and me, baby. How do we get started?
自己在这住的时候呢，就基本不愿意上楼了，累了就在，因为边上就是我的工作室，我的电影厅，这边睡得比较方便。然后待会儿梳洗一下，去给大家做个菜，是不是？好，你可以看看我自己给自己，为数不多的能做的比较好吃的东西，是我爸爸妈妈教给我的，希望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在家里自己也可以照顾自己，要不然就会饿死哦。这个生态，这是我们家的外景，叫有很多大狗小狗。听见狗叫没？好了，你快上来。待会儿呢，我们会弄一套绝活给你。这个绝活是什么呢？待下回分解。看，夜幕降临。为了明天更好的开工，所以我今天要准备明天早上的早餐，也就是今天在这里教大家各位的，也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比较方便的。到底做的是什么呢？请跟我来。好，我们的用料是，其实可以用一个鸡蛋，然后一些绞碎的瘦肉。第一步工程呢，是用一个小碗把这个肉还有稍等一下，食用淀粉跟蛋清搅在一块，我们先搅一块。为什么要放淀粉呢？是因为这样可以让你的肉吃起来呢更加的鲜嫩一些，蛋清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记住，蛋黄不要掉进去了。只要蛋清而已。有点蠢蛋啊，没关系，这个，好，这个要留好哦，放在这里。好，现在呢，把肉放进去。哎，这个肉不错，在一起搅拌搅拌。当然了，搅拌之前要把手洗干净。夜幕低垂。星河间一样灰，情绪很疲惫，容不下伤悲。哒滴哒噔哒滴哒滴哒伤悲，老朋友可贵，失去了最可悲。嗯，不会。可能我们就
这个蛋清放的有点多，这个肉再添一点。啊，特别是我们居家在外，一定要懂得自己照顾自己，对吧？这是难得的为数不多的会做的一样食物，哎，很不容易的。希望大家能学好这个手艺，多多孝顺自己的父母，不要总是父母做给我不吃，我们做给父母吃。当我第一次做出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感慨，因为真的味道很好吃，不是吹牛。然后就请了两个朋友现场吃。哎呀，看样子差不多了。好，你看这个脚底成型的这个已经形成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把它铺平在这个要蒸的这个碗里面，就这个。期待，大家可以把它放在微波炉里其实也可以做成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用这种明火用水的蒸汽来蒸干它比较好。这里面是一个蒸屉，可能这个水有点多了，还可以用蒸汽把它给蒸熟。而且有两种做法，就是可以先把这个不加水放在这里面，等它快要熟的时候然后再加进水。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直接加水开始蒸。我们采取干蒸吧，待会儿再试。我们还采取二个措施，先放饮料水。你要保持它的清爽程度呢，最好是后加水。不行，我们先拿过来。好，接下来呢，装完水之后，再把这个蛋放进去。对不起，呀，这个蛋有点破，可能外形会受到一点损伤。好，下锅。在经过少许的等待之后，此肉饼差不多了，请过来。看这个成色，这个鸡蛋为什么没有在中央呢？在中央这个外表可能会更好看一点。好，此时呢，我们就可以加上一点盐，这是糖，对不起，这是鸡精。可以依据自己的口味的轻重，加上少许盐和少许的鸡精，当然味精也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个就要出锅了。那当然了，在出锅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碗非常的烫，所以啊，一定要用上这个。一个色香味俱全的鸡蛋肉饼诞生了，可以成为我明天早上的早餐。必须让你必须让你天气的这个吃到吃到和几个自信的走开这个第一Hello，
做完肉饼之后呢，西安区突然翻到了一个有我的采访的一个台，中央四台。现在夜幕降临，我还可以再看一下。最爱的影迷们，谢谢你们今天光临现场。我呢，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办影迷会，所以挺有点紧张，开始已经拍了很多条了，真的非常抱歉，也非常对不起。今天我不是很在状态，我们现在的现场是在拍一组新的宣传照，牙疼了两天，马上就要跟你们见面了。说实话，挺多心里话想跟你们讲的。反正我觉得这个比电脑好一点，我能直接对他讲话，电脑打字还没有讲到快。我非常感谢大家这两年来对我的支持，包括你们为我做的一切，我都非常清楚，我也非常感动。我一定会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带给你们，一定会把歌唱好。目标明年啊，前年说做今年说明年，希望吧。因为很多影迷都在网上留言说应该出歌曲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呢，你们对我家里的关心呢，我都看见了，我也带你们转达了对我爸爸妈妈家里面的一些问候，他们都非常好，他们也会非常坚强战胜病魔，他们也为你们好，也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会在你们的左右，我会感觉着你们对我的关怀，我会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演戏，好好的好。那这盘 VCR 呢，应该是我的第一张这样和影迷交流的东西，所以一定要好好保存。我也相信你们会成为怎么讲呢，我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会一块儿继续走下去。